一个被赋予了使命的 U 盘，这个夕阳好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洗完澡，现在出来打水光针。因为之前做完皮秒之后，大概是两周就要打，但是因为我皮肤恢复的比较慢，所以已经快一个月了。我妈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，她如果知道我下了班洗了个澡头发还没吹就跑过来搞医美，